主管，你讲句话吧。我要什么？就讲些话吧。那个，其实他弹完这首已经没办法讲话了，你看他的脸。他女朋友拿上来给他，然后就。就是要的啊！哦，他需要，哦，整包。他要吃油面子。还会撒一个吃油面子。太贴心了。我有要回头啊。好了，就是这三首都太累，非常的累了。所以最后一首我们决定温馨一下。那个吉他手，你可以下华伟先生。当然因为是最后一场表演，所以那个我们希望跟大家说说话，就是我们在台南最后一个夏天了。那个虽然我跟吉他手华伟不是最后一个夏天，应该还有四年，因为他们在成大，因为我在成大。不过也许有点慢来说，或是最后一场表演也说不定。妈妈先看的。我不要哭，这都是汗。你可以不要哭，你可能是给吉他手讲讲的话。华为跟我的汗，好恶心。虽然说我们组团到现在大概才两年，不过我虽然是我在升高二的时候才加入这个乐团，在那之前有点慢，也是有过不同的成员。而且我真的运气很好，一开始进来就是跟台南一中第一天团组团，一进来就以为古神是指导老师，因为他很老。来，什么天？喂。哇，最新鲜是那个贝斯手奶秀。我大一，我高一跟他同班。只是就因为他突然来找我，结果我就这样子踏入了，也许可以说是不归路吧。妈妈听见，妈妈听见。不会得到很多。那阿公说我讲话也不太好，不然我讲下去其实不是想要弹几首歌而已，结果到最后就整个玩上瘾，然后在录音大赛还强出头，然后就不小心拿到自己家了，所以要给他掌声一下。那我们吉他手华伟。等一下，哎，那个音乐不能断的，音乐不能断的，那谁啊？主管，你去补一下，去，去补一下。水哦，谢谢大家那么久陪伴哦。哇，今年上大学啦，很幸运，我们这一团都没有要重考了，对吧？我也是一年级被这位胖子先生找到有点慢里面。其实有点慢跟我是有关系，是因为歌名啊，当时啊我们一年级要上韩发，因为有点排斥，一开始不怎么想要上来表演，所以就躲在家里都不开机。啊之后最后一天隔一天啊，就是表演前一天我才开机，没想到他还是打给我啊，叫我上台表演，所以我们有点慢就这样来，因为什么都很慢，对啊。啊之后经过一堆风风浪浪，热音大赛，阿周现在老人吧，对啊，热音不死啊，谢谢。那个，我先讲一下有点慢团名，前面这位小姐取的，这位华伟夫人举个手。对，然后我要讲什么？就是一开始啊，其实我一开始就跟华伟在同一个组啊。然后就觉得很荣幸的跟他同一个团，然后之后我就苦苦哀求苏冠宇跟林宇宙啊，就真的是苦苦哀求他们来加入我们团，然后他们本来就只是代打而已，然后到最后就变成团员，所以就很感谢他们。难求不让我。好，那个最后是我吗？那个没什么好讲，就是。不知道哭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讲什么。那个，谢谢那个奶熊先生当初邀我加入。其实当初我看到他脸就不是很想加入。我也是。对，你看他脸，然后就很诚恳的走过来说，那个我们缺贝斯，不是缺鼓手，然后我们缺 keyboard 手，然后那个脸哦。好，没有，没事，反正到现在
们大家感情这么好，虽然说少了一个人，他现在正在赶往景大的路上，但是从他刚刚录那段影片就可以知道，他其实很想站在这舞台上给大家最后一次表演。对，就谢谢大家，那就那最后，希望我们能在我们有点慢的回忆中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完美的。对，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 ，Perfect。